The seasons come and go like thoughts of you. 嫂子，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吃海鲜大餐。那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呢？没事没事，今天晚上早点来。哦好，我来啦！好来啦，坐坐坐。啊，这就是海鲜大餐？哦对了，还有。嫂子，嫂子。什么？来，嫂子多吃点。嫂子多吃点。好了，多吃海鲜对身体好。嫂子，你这里面带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宝宝这些，也配上你这些海鲜，我就带走了。哎呀，太帅了！切，还是我们三人感情好，又在一起吃饭了。那是啊，先说好，今天这顿饭我们 AA。啊？那我们吃。嗨，嫂子，都是一家人，有困难你就说，我们俩帮你。你们俩对我太好了。等等啊，你又不是放在桌上拉夫一样。小明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嫂子？你真不是个东西。来，嫂子，吃个药。嫂子，没事。好吃吗？嗯嗯，就是有点酸。小明，我说这个鸭血后天不能吃了吧？你还不信？今天老规矩啊，谁队伍吃完谁刷碗。哦，好，小明有美女啊，干啥？吃饱了。哦，哦，哎呦，扭到脖子了，嫂子，你把碗刷一下。哦，哦，好，你等着，我先去给你买药，回来再刷碗。不要急，等我给你买药。哎，走走，别走。好好说，走开。哟，吃啥了？今天来晚了。好吧，今天给我敞开了吃，不过我再去做啊。啊？哦，有事儿要求我，是不是想借钱？不是，借什么钱？看你最近都瘦。晚上就给你吃了，嫂子快来了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嫂子还剩一点。哥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好的好的，辣，多撒点，多撒点。熟了吗？还没熟。哎，这肯定熟了。刚烤没熟。这虾特别容易熟，熟了熟了。那你尝尝。我尝。啊，熟了，熟了吗？哎，还真熟了呢。哦好，哟，都烤上了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去啊？哎，吃饭。哎，什么情况这是？这不浪费粮食吗？是不是啊？嗯呐。中秋快乐！来，表弟，好久不见，多吃点。真好，刚刚演技不行啊，下次你再提升。以后下次有买单，买单。啊？刚刚不是买过了吗？